曲歌王王力宏情歌唱得动人，他与李金磊结婚8年，周刊爆出两人离婚消息，原本经纪人否认，但稍早王力宏发文证实，金磊和我私生活很单纯，这些年的婚姻我不足的地方太多，也感到很遗憾，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想法和规划，决定分开生活也永远会是一家人。曾在演唱会上深情唱着写给李静蕾的歌，歌词叙述两人相识过程，外传双方从小就认识，过去王力宏制作求婚影片更动员了50万粉丝。各地粉丝用37种方言说我爱你，感人巧思让李静蕾点头答应，婚后还曾发文放闪要练成怎样的身材老婆才会注意我，但其实两人的婚姻也是历经磨合。那可能你会过去跟他讲话，然后呢我就听不到他其实是听不到你说话的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听我说话，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他在创作。2019年后，王力宏、李静蕾就很少上传合照，外传婚姻走到尽头，婆媳不和是主因，天王婚变对演艺圈来说无疑是颗震撼弹。多的是不知道的事。东森新闻黄春锦、方峰兰在台北报道。